群晖极空间自建 Speed Test 网速测速服务器方案二。之前上一篇教了大家如何在自己的 NAS 上自建一个 Open Speed Test 网速测速服务器，今天再教一篇网速测速服务器方案二 Speed Test 网速测速服务器。这样我们也可以两个测速服务器对比一下我们的测速是否准确。首先我们打开 Docker， 搜索 Adolf into Speed Test， 点下载。下载完成后双击打开，来到端口目录填写本地端口8844，容器端口80，点应用。容器应用好了之后，新建一个网页，打开链接 HTTP 自己极空间的 AP8844， 然后就可以尽情测试自己登录网页的设备链接到 NAS 的网速了。比如我是千兆有线链接的 NAS， 测了一下也跑满了千兆带宽，然后试了一下用手机 WiFi 无线链接的带宽测试，速度不算稳定，但是也还行。